是为了要感谢您这一年来对于我们偷偷 Woman 产品的爱用与支持，使得我们的业绩蒸蒸日上，左踢 New Skin 右打 DHC， 使我们成为亚洲美容世界的一方霸主。而我们偷偷 Woman 哪里只是美容而已呢？只要是女人您所关心的，您所在乎的，我们偷偷 Woman 都会全系列精心为您打造，从瘦身、美容、美白、除皱、抗老、养生、增高、丰胸、提臀、瘦腿，乃至于全系列的心灵成长课程，都在本公司细心的规划之下一一的为您推出了。哎，现在大家一定觉得很奇怪了，像今天晚上这么盛大的晚会，为什么会是由我 Annie 以及由我 Betty 来为您主持呢？哦，那是由于今年各位好朋友你们的爱用以及支持，使得我们两位荣获偷偷 Woman 集团全年度销量的总冠军。是的，现在让我郑重的来为您介绍，这位就是我们北区销售的蓝钻，而这位就是我们南区销售的红宝。希望大家继续的支持我们，让我们明年能够成为两颗祖母绿，掌声鼓励鼓励好吗？谢谢您，感谢谢谢你们，谢谢。哎，我觉得我们两个这样子好俗气哦。对，我们不要一直提我们自己是蓝钻以及红宝，因为偷偷 Woman 它完全非官物质。是的，它是一种女性自觉的心灵概念，所以虽然我们有着蓝钻以及红宝的头衔，但是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身为女人，我们能不能够实践我们的创办人，也就是丹麦籍的莫妮卡博士，她所倡导的中心理念，随心所欲做自己。让我们大声的再来念一次好吗？随心所欲做自己，我看到你我就忍不住要说、快过来、这一年来 Annie 的变化真的非常大哦。真的？怎么说？光是你的罩杯这一年来就升级了两个克，而你臀部的曲线也完全紧实起来了。这些都是我随心所欲做自己了，其他的那些都只是辅助罢了。太好了，那我呢？Betty， 当然当然，你在我的心目当中变化也可以说是相当之剧烈的。你看看，你脸部的皮肤已经变得越来越白泡泡又密密了。哦，那是因为我一天都只醒一个小时呢。哎，开玩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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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这个皮肤好的功劳，是因为我使用了我们偷偷 Woman 集团的12星座美白保养系列，真的非常的有效，记得都要去买啊，一个都不要跑。但是 Betty 最重要的你知道吗？是你整个人的气质都改变了。真的吗？你从一个乖乖牌变成了大家都羡慕的坏女孩。谢谢，这是因为我找到了我内在的偷偷 Woman 了。你自己讲，过去这一年里面你一共消耗了几个男朋友？哎，这是同时交。哎呦我的妈，各位看到了没有，我们 Betty 能够做得到，我相信我们所有的朋友您一样都可以做得到。让我们一起努力来随心所欲做自己。可是 Annie
哦、哎、我不太懂的是怎么会有一个公司的产品它使用了之后让一个人的气质都可以改变啊。当然 Becky， 这个就是我们 Total Woman 产品跟所有市面上产品不一样的地方。在此我要跟各位朋友爆料一个好消息，明年度本公司将为各位推出欲望城市系列课程，好期待啊。课程包括有勾人50招、甩人20招、夜店放电技巧、劈腿必杀绝技，还有法律教室哦。其中包括了抓奸须知、被抓奸须知以及第三者的权利与义务，这些我们都会请到一流的大师分别为各位开讲，希望各位能够成为全方位的智慧蛇蝎。再一次的强调，我们今天的晚会真的很精彩哦。没错，待会儿呢我们还会有抽奖的活动，我们要抽出现场的幸运儿，也就是真正的 Total Woman。 而今天在我们的创办人也就是莫妮卡博士她前瞻的理念之下，我们要来推动一项了不起的工程。语言可以是我们的工具，也可以是我们的败笔。女人怎么可以只有魔鬼般的身材、天使般的脸蛋以及完美般的心灵气质？这一切的一切都要搭配上美好般的语言技巧才行。多少的知名美女一开口就完蛋了。哦，你是说林？哎，我没说哦。可是你心里就在想，那你也是啊。对啊，我也这么认为。没关系啦，反正他们也都知道了。真的吗？回主题啊。好的，胸部绝不能够成为女人唯一的社交工具。在莫妮卡博士她的理念之下，语言技巧就是人际沟通 EQ， Interpersonal EQ， 简称 IPEQ。 各位好朋友们，你们的 IPEQ 如何呢？该不会像许多男性朋友还仍然停留在LPEQ 的程度吧。 LPEQ， 哇 Betty 你可以说非常非常之幽默。来告诉大家，男人 LPEQ 怎么样才算是高呢？高我是不知道了，但是 LPEQ 低的男人就是他的牛仔裤穿得稍微紧一点，他的脾气就马上暴躁起来。好了好了，我们不要谈男人、我们还是来谈女人。是的，因为今天是我们的 Total Woman 之夜，而 Total Woman 就是要拥有良好的沟通能力。为此本公司不惜成立了 Total 文教基金会，重金礼聘现今世界上最重量级的女性语言大师。她是谁呢？莫妮卡博士曾经提点我们，我们不要一直依赖迷信外来的刺激。她希望我们能够从自己的周遭、自己的传统当中吸取灵感，因此今天我们请到的这一位华人世界两岸三地无人能出其右的女性相声艺术大师。是的，今天晚上我们 women 要来说相声了。她是谁呢？一位传奇性的人物。她曾获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认定的人间世界宝。是的，这位声名远播、享誉国际的巨星，她出生于清朝，宣统三年，也就是民国元年。在这个世代交替的年代，他裹着一双小脚，却有求新求变的心。各位朋友，智慧需要传承，语言的艺术需要血脉相连。现在就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这位女性的相声艺术大师周芳氏老太太，欢迎她。好熟悉啊，好像在哪里发生过啊，而且还发生过不止一次。不会一说相声他就不来吧？这我怎么会知道啊？那个没关系，我们的嘉宾没来之前，不如我们两个先来聊聊啊。哎，你啊，
你快来跟大家说说你对相声认识多少。说是相声，是一种高级幽默的对话。它充分表现了什么？你啊，我们华人的机智啊，才华，哎，说学逗唱，无所不包，可不是吗？其实我也就知道这么多了。嘿，您别挨骂了。现在怎么办呢？那个，事实上在传统中，我们也的确从来都没有见过有两个女人一起站在一个台子上说相声，这是为什么呢？我怎么知道？哎，你说呢？我说，是不是因为这种表现方式，它不怎么所谓女性来着？有可能。那怎么样的表现方式它比较女性呢？我想可能是一种更柔美的方式，充分表现我们女性内心的温柔与典雅。你那个来了？哦，我上个礼拜走了。哦，来了。哈，你来了？没有啊，我要下个礼拜才会来。哦，那我们错开了。太好了。哎呦，贵宾来了。啊，好，既然是贵宾来了，我们废话就不用多说了，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再次的欢迎这位女性的相声艺术大师周芳氏老太太，欢迎她。他保养的真是好、啊、这个小脚放的真自然，完全已经恢复了原来的大小了。各位好朋友们，文化真的可以美容一个人啊。你们误会了。嗯，我不是周芳氏老太太啊。你不是啊？她是我奶奶。哦，当然，老太太还在后台，我们赶紧去搀扶她。不是、其实我奶奶年纪已经很大了，她今天有事不客前来参加，感到万分的抱歉。好多人呢、奶奶特别交代，她这一生从来都没有失约过，也非常重视今天的这场盛会，但是因为实在无法前来参加，感到十二万分的抱歉，谢谢大家。我想请问一下啊，老太太她怎么了？她临时出了一点状况。状况？什么状况？她死了。拜托，怎么可能啊？屁嘞，你少来，不可能。真的，真的。她死了。嗯。怎么可能啊？她不是故意要死的。那怎么办？怎么办？节哀节哀，怎么办？今天晚上怎么办啊？啊啊！搞了半天，你是为了这个？不是，会开演唱那么多人、你们放心好了，奶奶临出门时有交代。出门她去哪里啊？她去哪里？她就走了吗？她去哪里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跑吧。对不起，万一真的有需要，要我替她上台。太好了。那请问怎么称呼您呢？我叫周芳妮。两位都是用英文名字吗？是的，我是 Betty。 我叫 Annie。 我叫 Funny。 这种名字好有创意啊。哥俩，我们给 Funny 小姐掌声鼓励好了。感谢了。Funny 小姐，是这样哈、我个人是比较孤陋寡闻一点，说实话，在此之前呢，我们是真的没有听说过有一位
周芳是象征艺术大师啊。象征？嗯。他都在哪里表演啊？国家剧院、国父纪念馆。不是，我奶奶她其实啊，怎么会是相声呢？你奶奶不是说相声吗？不是啊，她就是在家门口啊。家门口啊，搬张凳子坐在家门口啊，然后那些左邻右舍放学的、下班的、路过的就坐下来听啊。那是什么情况啊？那个也说不清楚、这样吧，假装我是我奶奶，你们两位是学生，放学从那边过来，然后可不可以借一张凳子？凳子？他要个凳子，那就给他一个凳子。给他凳子。好，小弟搬一个凳子上来。谢谢谢谢。这个可以吗？啊，可以可以可以，谢谢。放在这里啊。这张桌子长得真像凳子。啊，我奶奶呢，通常都是拿一条手绢坐在门口。哦，那麻烦两位放学从那边过来。哦，对，我们要过来。哦，好好好。我跟你说，学生都是边走路边唱歌的。哦，你懂吗？好好好。那我们现在走过来喽。过来哈。走。哎呀呀，爸爸家，我这屋的家。人家我的小朋友放学了，那手上拿着什么呢？哦，奶奶，这是我们两个刚刚去偷偷非法下载的音乐，嘘，要告诉别人啊，好听哦，好听。那到底是唱歌还是念经啊？要是念经就披上袈裟，连梦游还得穿上睡衣呢，是不是？你说这好好的歌为什么不用唱的？就是因为唱不好，他不会唱嘛。所以这年头根本就不是会不会的问题，是你敢不敢的问题。只要你敢，就什么事儿都能干。你看啊，没嗓子当歌星，没身材当模特儿，没有表情当演员，没有剧情当连续剧，那有剧情的竟然是新闻。奶奶，新闻惹你生气呀？那能不气吗？啊，那921的时候新闻报道你没听说吗？那记者说目前死亡人数渴望达到4000人。这什么词儿啊？渴望已经死了3800个了，你还嫌不够啊？你更得拱到4000个凑整数啊。还有昨天晚上那场大火，那记者说这场精彩的大火足足烧了2小时，这是人说的话吗？失火已经够惨的了，还精彩？就算烧的不是你家，你也用不着这么高兴啊，是不是？现在全都乱了，而且从上边开始乱起，这不会反对的当在野，不会治国的当政府，你说这成何体统啊？这是这叫相声吗？这简直叫骂人。这其实不叫骂人。嗯，这叫骂街。啊，你奶奶不是相声大师吗？我奶奶是泼妇骂街。啊，泼妇？怎么你看不起这两个字啊？不是，泼妇是尊称，哎，是我国稀有的文化财产，哎。上一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之所以找到我奶奶，就是因为他们认为我奶奶已经把泼妇骂街的华人艺术推展到最高峰。啊，那真的是很荣幸啊。什么？我奶奶气坏了，她说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个什么玩意儿啊？那办事还不够吗？在柬埔寨还偷吃人家学生营养午餐呢，现在干什么？动脑筋动到我身上来了。原来今天主办单位叫我们来学的是骂街啊。耶，骂街这两个字你听了不舒服啊？没有。过去的传统女性哪有说话的份呢？无论你再聪明，口才再好，都是乖乖待在家里没有声音的。只有当一个泼妇是唯一有机会对外公开发声的时候。唯一公开？过去的传统女性受了天大的委屈，只有对着空气乱骂一通，这个时候全村的人都不会上去阻拦，一直等到她自己骂得口干气绝了，她就回家了。她怎么骂？这个我奶奶也有学给我看过。你这个死老鼠，你来呀，你再来呀，你呀，哎呀，左右的街坊邻居，你们给我评评理呀，我们家的
谁呀？老鼠大战蛤蟆呀？不是，这种村妇她嘴里头骂的是旧社会中的一些强权人物，她习惯的骂法呢，就是把自己跟对方都贬低成小畜生，意思就是说同归于尽。哦，那这个是什么？手上还拿了把刀啊，他剁不到对方他就剁稻草啊，剁的时候还得有节奏，还得有架势。那你奶奶也是？我说的是传统形式。我奶奶早就把这种形式升华成为她个人的独白演出。像这种村妇她骂街是没人理会的，我奶奶骂街那是有观众的。有观众？哎，我奶奶骂街最辉煌的时期是民国五六十年代，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娱乐，尤其到了夏天的晚上，大家搬了张凳子往篮球场上一坐，那个凉风一吹就都围过来了，左邻右舍呀，放学的、下班的、包括路过的，全都坐下来听。我懂了，就好像啊，我们在街上看到人家吵架，那也总会停下来那么几个人吧？几个人，少说几百，真要开骂了还上千呢。嗯，是不是有一点像汪笨湖的户外开讲？汪笨湖那点人算什么？我奶奶真要开骂，那人数比那个多多了。那个时候我小啊，我就端着张凳子坐在那儿观察观众席，像什么汪笨湖啊、李涛啊、陈文茜啊，都坐在下面听。哇！那个时候他们还是学生，还有一个，周玉蔻坐在后面。那个赵少康啊，一副不爱听的样子，实际上手上拿了个录音机，偷偷在录音呢。哦，难怪他后来从事电台业。其中有一个年纪大一点的，边听边点头，听到绝妙的地方他还拍大腿。谁？李敖。哇！而且啊，一边听还一边做笔记。现在在电视上他常掏出来的小字条就是我奶奶教他的。嗨，原来我们台湾的名嘴通通都是跟您奶奶学的。不光是台湾人，连外国人都在下面听。外国人也来听？谁啊？有个美国人叫做 Larry King 的，你们听过吧？赖丽金先生。没错，那个时候年轻啊，小伙子挺帅，穿了一件风衣坐在下面，他旁边还有个小姑娘在帮他翻译。谁呀？雷倩。雷倩帮他翻译？翻不了啊，我奶奶那个速度实在太快了，她才翻第一句呢，舌头就打结了，到了第二句知道自己不行了，到了第三句干脆翻个跟斗瞪了事儿。哦，那你奶奶骂街的内容是什么？骂街嘛，就从街骂起啊。啊，从街骂起？嗨，台湾的街是很欠骂的呀。啊，我学给你听听。哦，这也能学。呀呵，怎么睡了一觉起来路上又多了一个坑啊？不是才补好的吗？什么电信局又来挖了，我们这日子还要不要过呀？上回一来挖了个把月才走呢，自来水公司又来挖了，自来水公司一来又挖了三个月，刚刚补好瓦斯公司又来了，瓦斯公司一来又挖了半年，然后公园路灯管理处又来了，整个把它挖开来再整个把它补回去，紧接着电力公司又来挖了，电力公司这一挖好家伙把前面那些单位铺的水管线路全都给挖坏了，然后通知那些单位一个一个回来补，一个一个回来挖，就这么挖呀补呀补呀挖的一弄弄了快十年，我心里想这下我该解脱了吧，不，捷运局又来了。捷运局这一挖，挖得更狠，挖得更凶，一挖就挖了三年。耶，我说你们前后这六个单位彼此之间到底认识不认识？你们要是不认识，彼此之间能不能够联系联系，选个黄道吉日一块来挖？挖完以后整个一块补上去，那水沟盖也不用一个一个小小的，你一个我一个，整个一大块放上去，小偷也就扛不走了。这里还不能叫好，才刚开始呢。哦，对不起，抱歉，抱歉，没关系，没关系。陈文茜以前也不知道，坐在下面瞎拍手。那些老观众还嫌他，谁呀？新来的，搞什么？哎，嘘。原来做观众都还有学问的。学问大了，现在才切入主题呀。奶奶开讲。
什么？听说现在男女平等了？好啊，女人也可以工作了，女人也可以上班赚钱了。听说还是同工同酬是吧？太好了。可是为什么我们隔壁邻居钱妈妈她去上了班之后，下班回到家里，那饭也没少煮，菜也没少烧，地也没少拖，孩子也没少带，马桶也没少刷。更要命的是半夜里头，她先生打外边应酬回来，一路从客厅吐到厕所，半夜起来拖地刷马桶的还是她，为什么不是她丈夫呢？这也就算了，班虽然上着，那肚子可没闲着，还得怀孕生孩子。这一到了生孩子就得请产假，问题是一到了请产假，男性主管把那个眉头一皱，好像我们女人要请着产假是一种非常讨厌的病假。怎么着，这生孩子还是生病啊？我活到这把年纪我才知道，原来女人大肚子里头装的还是个病啊。好，请问可以开走了吗？可以了啊，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各位，可以了。这个骂街真犀利呀、啊！而且奶奶她还是为民喉舌。没错，附近只要有人受了委屈，都来找我奶奶，我奶奶替大家伸张正义。奶奶的骂街都是跟谁学的呢？我奶奶跟她奶奶学的。她奶奶！你骂人呐！啊！我告诉你，泼妇骂街是中国传统艺术当中少见的传女不传子。哦。我跟我奶奶学了一辈子，才学到了一点点皮毛，哪像现在台湾呢，动不动就是什么专家学者大师意见领袖，随随便便一个领域里边就有七八个大师，那照这样的话，台湾每年至少要拿20个诺贝尔奖才对呀、啊、要不然这些大师全都干假的哦。那你怎么跟奶奶学啊？啊，从小学耳濡目染呢、啊、就是每天得观察我奶奶几点上班。他老人家还上班？哎，就是看他几点钟搬着这凳子往前面一走，我后面赶紧搬张小凳子就跟着。嗯，可是奶奶要开讲，您跟在旁边能干嘛？我这个角色是必要的。为什么？等奶奶骂完我收钱呢。啊，你们还收钱哦？耶，你打那儿路过，一听听了一小时，跟着我奶奶的话喜怒哀乐，你付点钱不应该啊？应该。连路边摊小贩赚的钱都应该分我奶奶一点。旁边还有路边摊？黄昏市场就是我奶奶那个时候发明的。哇！只不过那个时候是流动性的，我奶奶走到哪儿他们就跟到哪儿。其实我奶奶本来也不愿意收钱的，但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怎么会？哎，那时候我爸爸被人诬陷通匪。哦，我妈妈被人倒贿。你们家怎么那么倒霉？你给我闭嘴。我哥哥姐姐交不出学费，就全仗着我奶奶那张嘴挣来的一点润口费。做泼妇还可以赚钱？那也得像我奶奶那样啊，高档次上得了台面，有观众的才行啊。像那种自己高兴骂的一路高兴得不得了，别人不爱听的又没有观众，那不行。我懂，就像啊，现在歌手开演唱会，有实力的卖票，没实力的送票。没实力送票，人家还不爱去听呢、啊。不入流的他都怎么骂？就东骂一块，西骂一块，骂的内容很空洞，人家不爱听。能不能为我们大家举例？可以啊。像我小时候啊，住在我们家隔壁呢，还有一个王妈妈。怎么了？真性不能说。哦，对对对对。那个。王妈妈她就跟我奶奶学了一辈子，但是成不了气候。那王妈妈怎么学？就是到了下午五点多啊，她就看我奶奶有没有出门，要是我奶奶没有出门，表示今天不开骂了，她搬张凳子出去了。嗯，王妈妈想垫档？她也得配呀，能替我奶奶垫档那都是高档次的了。有一回我奶奶生病，那一个月都是李敖带的班。哇，要不然李敖怎么那么会骂人呢？李敖可惜不是个女的，没有办法被人尊称为泼妇，这是李敖这一生最大的遗憾。确实遗憾。但是我奶奶对李敖也颇觉愧疚。为什么？因为李敖带完那个月的班之后就让人给关进去了。妈，哎，我们不谈这个，不谈这个，我们还是来谈谈我们家隔壁的那个王妈妈。哎，这个王妈妈是个悲剧型的人物。怎么了？他这个左手边呢，还住了一位钱妈妈。钱妈妈菜烧得好啊，王妈妈不会烧菜。
那个菜香只要一飘到他家里，一闻他就难受。右边骂街骂不过我奶奶，左边烧菜烧不过钱妈妈，你说他这压力大不大？他需要发泄，他需要开骂。他怎么骂？哎，我们也来学学吧。哦，可以啊。假装我是王妈妈，哦，你们两个是我隔壁邻居小三老五，你们现在呢就是放学从那边走过来。哦，又要走过来。对，再度配合。哎，他也是学我奶奶拿个手绢坐那呢。哦，好好好。哎，他现在要唱什么？嗯，五零年代。哦，好。那我们现在走过来喽，走。我一见你就笑，你那翩翩风采采。哎呀，小三呐，老五啊，放学了。哎呀，你看看你那个裤子穿的，在学校里头要给扣点的。我妈妈在骂什么？我们两个穿的都是裙子哎。哦，实在是。啊，哦，小三呐，小三，我是小三，他是老五啦。哦，他是那个，你是谁呀，啊？你神经病啊！哎，你不要理他，小三，骂老五，走不要走啊！那还没开始骂呢，哎呀，你看看，这小孩长大了，叫也叫不住了，俺这个骂人呐，老是成不了气候。你说能怪谁呀，啊，这都怪难呀，啊，好可怜呐，啊，好可恶啊，啊，骂人怎么能骂自己呢，更不能哭啊。你说过去在学校里头训导主任骂人，他会骂自己说训导主任我不是个东西，不会。哎，这些政治人物骂人不都是骂你 A 钱你官说你贪污，他会说我 A 钱我官说我贪污吗？要真是这样那就有救了。对，所以王妈妈骂人一家伙犯了三大禁忌：第一，不能骂自己；第二，不能哭；第三，绝对不能骂人骂到最后自己昏倒。啊，王妈妈有骂到昏倒？他常常这样啊，一骂到激动的地方上气接不了下气，他就撅过去了。像刚才那里都怪俺呀，果灯就栽在那果灯上。哦，那奶奶有没有骂王妈妈呀？我奶奶什么身份地位啊？我奶奶是可怜她。她可怜她？哎，有一回啊，大概有一两万人在听我奶奶开骂。两万人？我奶奶就说了，嗯，现在不都流行配票吗，咱们也配一点票给王妈妈，大家伙儿别进来听我的，也去听听王妈妈的。王妈妈骂得好，王妈妈骂得可好了，她骂得她先生都睡着了。啊，装睡吧？真睡，睡得还挺沉呢。所以各位朋友要是有什么失眠的问题，就尽管到王妈妈家坐坐去啊。现在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王妈妈。啊，奶奶真刻薄，泼妇嘛。那后来呢？后来黄昏市场大发利市，大家都好去吃，没有人要听王妈妈的，干脆先吃点东西垫饱了肚子，晚一点听我奶奶精彩的。可是大家伙怎么知道晚一点奶奶一定出来开讲？这就是我存在的原因呢，我就会弄个小锅子，拿个小棍子，我就敲开了。我奶奶九点开讲，我奶奶九点开讲，2100。没错，后来李涛用这个名字做电视，把我奶奶气坏了，本来要告他，后来一想年纪大了，算了，不打官司。但是骂了他两个月。哎呦，哎，对哦，2100里面的骂法是很像泼妇泼男呢。那点破功夫也算得上是泼妇啊！严格说起来，连我们家隔壁的那个王妈妈都比不上。嗯，王妈妈虽然没有才气，她有勇气啊，至少人家苦练多年。这种功夫怎么练？关着门在家练。王妈妈在家练功？要不然他先生怎么睡着了呢？那像奶奶，奶奶她都到了这种境界，奶奶在家里还练吗？练呢，啊，每天练。耶，你们在家一天天戴耳塞？那是因为你不懂得骂人的艺术。骂人骂到最高境界，不是用嘴，是用心。我奶奶到后来都练内功。哦，
好悬呐。我爸爸那时候刚出狱啊，心情沮丧，常常一个人在家偷喝闷酒。只要我奶奶一开门，怎么样，啪，我爸爸酒瓶就收好了，好男人形象立刻出现。妈妈，哦，内功。我妈在打牌呢，我奶奶只要开门咳嗽一声，然后呢，啪，我妈已经在摆碗筷。哇，那三个牌友蹲在地上捡牌还装擦地。我不是有什么不敬的意思了啊，但是我想要请问一下，你奶奶为什么要这样的骂法？她发生什么事了？还是说奶奶她从小就立志要做一个泼妇？有人立志做泼妇吗？我奶奶也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之下，天时地利人和拱上这个宝座的。她是不得已的啊。我奶奶出生在湖南的一个小乡下，裹了一双小脚，在那样一个动乱的时代里，光是为了那双小脚要裹还是要放，就历尽了多少折磨啊！一会儿袁世凯说放，他就赶紧放；一会儿听说满洲国又成立了，裹脚布找出来，赶紧又给缠上。哎呀，他这一生经历了北伐、抗日、国共内战，好不容易战争结束了，好，我爷爷也就是他丈夫不见了，我奶奶背着我爸爸一路漂洋过海的逃到台湾，千辛万苦的把我爸爸养大了，最后就因为我爸爸写了一封信到大陆去找我爷爷，就被人诬陷通匪，因为白色恐怖给关进去了。你说我奶奶她能成天笑眯眯的，逢人就说好，这世界真美好啊。这么说奶奶一定常骂政治咯。我奶奶最不喜欢骂政治，她说政治都是男人爱谈的话题，战争啊，男人谈战争谈的都是战争本身，军购、炮弹，谁的大炮比较大，谁打谁比较厉害。我们女人谈战争谈的是什么呢？谈的都是我们的儿子、我们的丈夫，因为上战场去打仗的都是我们的男人。有一回我正在看公民课本，奶奶过来了，什么政治就是治理众人之事，众人谁呀？你呀？我呀？谁是众人？还不都是他在决定吗？哪些人？多少人？我们日子都快过不下去，已经不是人了，我还谈得上是众人吗？好，奶奶骂得好。注意啊，我奶奶那个时候骂的是新总统啊，不是现在的陈总、李王总统。真信不能假。那奶奶很少骂政治，她大多骂什么？就是骂一些生活中的琐琐碎碎的事，反正她碰到什么她就骂什么。比如说呢？比如说像住在我们家隔壁的那个王妈妈，她不是一心想要跟我奶奶学骂街吗？就拍我奶奶马屁，巴结我奶奶，常常请我奶奶看电影。那个时候流行黄梅调啊，梁祝、江山美人。我乐了，反正小的时候天天跟着看黄梅调，我都学会了。有一回呢，我奶奶带着我，王妈妈带着她的小女儿，四个人一块到宝宫戏院去看林波主演的《七仙女》，好看。就是因为好看的，一口气连看三场。到了三场的时候呢，我奶奶一出戏院门，高兴她唱开了：今天晚上心情好，心情好。什么？谁呀？我奶奶唱，王妈妈在旁边帮腔。帮腔是？哎呦，就是黄梅调电影站在主角旁边的丫鬟和书童。哦，和音天使。可是帮腔就帮腔，那王妈妈怎么一副可怜相？帮我奶奶帮腔是很危险的，那帮错了腔要挨骂的。王妈妈是胆战心惊的在帮腔了，要有危机意识啊。就在这个时候，有个男的噔撞了我奶奶一下，糟糕，奶奶要开骂了。没事，心情好，她接着唱了。哎呦，这位先生你慢慢走，慢慢走。奶奶今天真慈祥。这一走到外边一看呢，哟，太晚了，已经没有公车了，那有排班的车，叫辆车吧。计程车谁坐得起啊？
三轮车、嗯、那个时候三轮车排班呢就是等电影院的人散场，要真没什么客人的话呢他们也就收了。那天不错，还有一辆，奶奶一看一乐又唱了，今天运气真不错真不错，咱们就坐上三轮车三轮车，好好听哦。去哪儿啊？到兴盛南路兴义路口。那车夫一听再一看，哟，四个人呢、啊、挺沉的，他就说我收了。啊，奶奶没生气，收了就收了吧，反正趁着今天晚上月色还不错，咱们就溜达溜达走回去走回去。奶奶真体谅人，这一路走着走着唱着唱着其实也挺乐的。嗯，哦对，那个时候老百姓呢、啊、非常善良，路边常有人奉茶。奉茶是？哎呦，你连奉茶都不知道啊。奉茶就是善心人士在路旁边摆了一个大水壶，然后上面呢就盖了一个小碗，如果你要喝把那个小碗拿下来，你就涮涮水，涮涮水喝了之后呢再把那小碗放回去，这样后面的人就可以了。不要再说了，会暴露你的年纪的。这是我外婆告诉我的。大姐，你可以接着说奉茶。是啊，奉茶，奉茶了，就到了奉茶的地方了嘛哈、啊。那个一到了奉茶的地方，表示可以歇歇腿了。我奶奶那小脚啊，正好也走累了。这一想到歇歇腿，我奶奶想起梁祝来了。看此处风景甚妙，歇歇腿来伸伸腰，伸伸腰。闭嘴。这里不该唱。对，这里没有帮腔的。王妈妈唱错了。王妈妈给吓的，不该唱不该唱，这个地方不该唱，还是个大北牛，大北牛。哎呀，真惊险呐、啊、哎，这一到了奉茶的地方呢，有位男士啊已经倒了一碗茶准备要喝了，但是一回头一看，哟，老太太，这得敬老尊贤，就把这碗茶递给了我奶奶。嗯，这位老太太，我告诉你，这不是黄梅调。哎，张帝那个时候也红啊。哦，这碗茶还是不错的，极致的。我奶奶接过来喝了一口，虽然已经失量的，还是要说声谢谢你。这真的是一片祥和，世界大同，用歌声传递温情啊。可惜好景不长，世界马上就要大乱。怎么了？就在我奶奶端的那个茶碗一抬眼的光景，哟，马路那边来了那辆车，谁呀？嗯，是啊，俺呢？哦，哟，哎呀哟，你看前面有一辆车，好像是刚才的三轮车，他刚才不是说他要回家，为什么现在带了个客人往这里走？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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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我奶奶蹭就跳出去拦车了。哈！你别看她裹了双小脚，一到了车跟前，蹦蹦藏，哪里走？啊！奶奶换京剧了。黄梅调里武声少啊，我奶奶都跳京剧的。哦。众将官，牛啊，还带兵啊！我奶奶是叫王妈妈，王妈妈哪有你们这个精气神呢？哦，众将官，有，拿下了啊！就在这个时候，听到了一声“挖金西的哟”，三轮车夫道歉了。三轮车上的客人道歉了啊！那客人一看，哟，这
这拦车的不是周家奶奶吗？这要惹了他了，那不是捅个麻蜂窝了？二话不说，一下车，车钱塞给车夫之后，冲着我奶奶一拱手，他也唱：独家的代志，我是真正拢不知啊！叫一声阿妈，你妈会生气哟。今妈我落车，家己行回去。啊，你若要算账，你赶紧去找伊哟。哒哒哒哒滴哒。噔噔噔噔是什么？他跑了。哇，好轻巧哦！我奶奶理也没理他，抓着车把式，他也唱：周家的老奶奶站在这里，你把话儿讲明白。方才你说你要回家去，为什么现在你把可？王妈妈哭了啊！王妈妈一看，那车夫手上拿起了一个罗赖把，当场他就吓哭了。喂，原来计程车上都插一把罗赖把也是有传统的。不是，我想请问一下，三轮车夫到底怎么说啊？三轮车夫他也唱了。哎呦喂，这位老太太，老太太脾气呀实在坏。任何客人到这里来看我高不高兴得嘞，哎呦乖乖个龙地洞啊，韭菜炒大葱。对不起啊，最后那一句是扬州小调。扬州小调是不管你前面唱的是什么，最后总得给你上一盘韭菜炒大葱。哦，好吧好吧，既然人家车夫都这样说了，那奶奶就算了吧。算了，奶奶开骂了。你这是干什么呀？你不是赚辛苦钱吗？这有钱你还不赚，你还得挑轻松的容易的赚。我们这辛苦一点累一点的你就不赚？我们这个社会就是因为有了你这种败类，所以国家强盛不起来。奶奶给王妈妈机会，换王妈妈骂。就算要唱你得唱快板，你怎么能唱慢板？你什么时候才骂得到他呀？我奶奶二话不说，一接手过来就骂了一声杀欠到底，干净利落，绝不拖泥带水。你要是嫌我们人多，你说呀，我给你加钱就是了。怎么，你看我们老弱妇孺好欺负，不敢把你怎么样，你就想蒙过去是不是？没错，我们不是什么大人物，我们就是四个平凡的小女性，在这乱世当中忍气吞声的过日子，无非就是图个平安温饱，祈求明天会更好。平常是没什么声音，但是你要是把我惹毛了，你就试试看。老娘我是天不怕地不怕，我不怕军阀，不怕日本鬼子，不怕空袭炸弹，不怕逃难，不怕穷，不怕苦，不怕共产党，不怕国民党，也不怕我儿子让人抓起来。我就怕看到你这种人，因为看到你我就知道明天已经没希望了，已经完蛋了，你个王八蛋。这个场面怎么收啊？没事，全场鼓掌。全场谁？所有的人穿着睡衣都起床了。哎呦，周家奶奶今天还加演午夜场啊。好好好、哎、那奶奶就赶紧鞠躬道谢了。我奶奶那张嘴虽然骂着，手也没闲着，那三轮车车灯让她拔了，链条让她拽了，连车龙头都让她拧了。奶奶还练三铁 啊。那三轮车夫人呢？跑了。跑哪去啊？痛哭流涕的到警察局自首去了。那罪名是社会败类。好在自首无罪，警察局罚他成立一个基金会。什么基金会？消费者文教基金会。将功赎罪。奶奶一看，没事了，走走。走不成了。为什么？王妈妈昏倒。王妈妈什么时候昏
道的？就在那个得意忘形的时候啊。告诉你闭嘴咚咚就那个时候撅过去了嗨 Funny Betty Annie 下海一宗哎呀大姐啊刚刚呢我们听你讲你的奶奶的故事觉得你奶奶好厉害啊哎而且我们大家到今天才知道原来女人说相声是这么说的其实我奶奶不是说相声的但是她懂嗯也有人问过我们女人为什么不能说相声啊我奶奶说女人当然可以说相声女人什么事都可以做但是一定要用自己的方式去做才有意义什么样的方式拿说话来说吧就得有女人自己的话题哦自己女人的话题的话我们两个自己也有写一小段是属于女人的话题很想要和大家分享来来请啊请啊、哦、不不行我跟你讲我们两个很我们没有练过的不要客气了两位不是红宝跟蓝钻吗哎没有了来来来我到边上替你们鼓掌来我们欢迎好吧我不真的哎这说话太好了谢谢谢谢Betty Annie 上台鞠躬我有一个大姨妈怎么样她每个月都会来你这是个比喻吧？嗯，不是，她就是我的大姨妈，我的亲戚。她来干嘛？没干嘛。每一次她来就住个几天，然后再隔几天她也不打声招呼，自己又走掉了。那干嘛让她来啊？哦，你不了解我大姨妈，她说来就来，你挡不住的。更何况她每次来的时候都很不会抓时间。什么意思啊？嗯，半夜的时候来啊。我慢跑的时候来我上班的时候来没礼貌很讨厌我常常半夜睡到一半得起来替他铺床还要帮他准备他专属的小被被跟小枕头真麻烦啊对呀、啊、可是有一个月他没来我心里又很紧张你不是很讨厌看到他吗讨厌归讨厌啊他没来我心里还是紧张啊我到处找怎么找乱找结果到第二个月他没声没息的自己又出现了我就问他你到底去哪里啊他也不回答真神秘耶他非常机车呢可是话又说回来其实我对我大姨妈也不太好你都已经帮他准备他专属的小枕头小被被了他还要怎么样啊我常常在背后骂他说他坏话其实大姨妈都听到所以她想尽办法的报复我怎么报复有一次我男朋友来找我大姨妈硬是不让我跟他在一起啊！我男朋友想不甩他可是不行大姨妈她就硬挡在那儿我好尴尬我卡在他们两个中间哎等一下应该是她卡在你们两个中间吧嗯哎后来也只能算了就要让大姨妈我男朋友气大姨妈气得要命憋可是后来又有一次我男朋友就决定这一回硬不甩大姨妈了真的后来呢后来那个场面搞得很难看完全没办法收拾对所以从那次以后我就得到了一个教训什么要尊重大姨妈没错大姨妈最大其实
我也有个大姨妈了。嗯，你也有一个大姨妈？哎，你别提了，我大姨妈她神经病，来无影去无踪的。什么意思啊？有时候啊，她一来一住个十天半个月也不肯走，有时候两三个月不见踪影。嗯，好怪哦。她很准。这叫准？每次她一来啊，一定都是挑我脾气不好腰酸背痛的时候来。哦，这真准，烦死了。不过她一长时期不来，我又担心她。担心他什么？担心他出事了不来了。不会吧？难说。我妈就说啊，他的大姨妈有一回就离家出走了，再也没回来过。那不是太好了？好什么呀，那走了以后啊，我妈就开始变得心浮气躁，而且心里面呢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失落感。她也觉得很奇怪，以前那么讨厌他，现在居然怀念他，现在想要跟他大姨妈讲这种感觉也已经找不到他了。所以我也得到一个结论。是什么？朋友们啊，大姨妈还在的时候要好好珍惜她，千万不要等到她走了的时候你连说再见的机会都没有了。朋友们，人生无常，要好好把握和您大姨妈相处的每一天呐。大姨妈干不能。来替 Amy 下台鞠躬。啊，可以吗？太好了太好了、啊、就是没听懂。喂，我就说我们的口才还要再训练。对呀、啊、还有很多要跟你学的了。哪里，两位的口才真的已经很好了。哪有，跟大姐你的万分之一都比不上呢。大姐只是搬个板凳坐在旁边听奶奶开讲就能有您的程度，大姐了不起。其实也不是，我是我奶奶刻意培养的。啊，奶奶刻意培养你当泼妇？哎，我奶奶呢一直期望我未来的命运能够比她好。嗯，在我奶奶那个时代，其实比她强的男人没有几个，但是在男人的世界里她发挥不了作用，了不起就是当个泼妇给男人有点话题。奶奶对您的期望很高。高啊，所以我长大了以后呢，我奶奶就不断地利用她的关系帮我介绍一些好的工作来培养我的口才。什么样的工作啊？其实在那个时候有什么样的工作可以培养女人的口才呢？女人能做的工作本来就不多，但是我奶奶还是很厉害，她帮我找到了一份电台的工作。电台？这的确是一个培养口才的好地方。那是因为你不知道这是什么电台。是怎么样？台硕17.5，17.6，蓝牙12.3，12.4，台积8.99。报股票？也没报几天。为什么？因为我的口才虽然很好，但是我对数字会有一点障碍。啊，什么障碍啊？我尤其是一紧张我会看错行。报股票怎么能够看错行啊？是啊，我才报第二遍呢。台硕17.5，75块，蓝牙12.3，123块，台积8.9，899块。哎，这怎么行啊？当场股市大乱，三军戒备，证管会召开紧急会议。启动国安机制。好像没有。哦，那你呢？我赶紧往回家的路上跑了。在回家的路上草木皆兵，我一看到那些三军将士跟坦克车，我就知道我闯祸了。哇，大姐你怎么对得起奶奶？是啊，一进门我就跟奶奶说了。奶奶对不起你。奶奶说，没关系，等到外头秩序恢复正常了，我再给你找一个好工作啊。那是车长小姐。车长小姐？车长小姐你不知道吗？知道，就是公共汽车的后门有一张凳子。哎，我知道我知道，后门有一张凳子，然后车长小姐坐在上面，然后她头上戴个小帽子，这边还有口哨，这边还挂一个小皮包，然后这里还有检票机，她坐在后门就在那里数票数票数票。不要再说了，又会暴露你的年纪的。哦，大姐，你可以接着说啊，你来跟大家说说车长小姐怎么练口才啊。是啊，
这又是我可以说。那个时候的那个车长小姐多威风啊。我不知道。你不知道是吧？我告诉你，就是那个车长小姐坐在那个凳子上，头上戴个小帽子，这边有个小哨子，还有一个小皮包，手上拿个检票机，还可以跟你们数票。哦哦，你别看那哨子，那哨子挺管用的。嗯，那用力一吹啊，客人还会吓一跳。排队排队啊！哎，里面很空，往里面走一点。先生，你这张票过期了，想混呐？走开走开走开！哎，鸡不准带上来。好威风啊！也威风不了几趟。为什么？因为我奶奶忘了一件事。什么事啊？我会晕车啊！才到下午呢，我被那个乌贼车给熏的，在车上给晃的，都成这样了。哦，咻！排队啊！哎，里面还很空嘛，哎，先生，你这张票。那天我提前下班回家，我才一进门呢，奶奶一看到我，想起来我会晕车了，二话不说，电话一拿，打到公车处。喂，你们那个车不能买好一点新一点的啊？那司机开车不能开得平稳一点啊？你知道车上晕车的人是谁吗？是我孙女儿，我孙女儿啊！啪，把电话挂了。奶奶就气消了。不，紧接着又打到交通大队。喂，不是让你们取缔乌贼车吗？都跑哪儿去了？都去吃乌贼去了？你知道那乌贼车熏到谁了吗？熏到我孙女儿，我孙女儿啊！啪，电话挂了。奶奶这样会不会有点护短呢？不，我奶奶她是伸张社会正义，她绝不偏颇自己人。哦，那这样的话口才就不练了喽？虽然能够练口才的工作已经越来越少了，但是我奶奶还是帮我找到了一份空气清新、环境优美又能够训练口才的工作。那是二楼到了，摩登流行馆，谢谢光临。电梯小姐，今日公司电梯小姐。这能够练口才吗？这只能练耐性。一楼到了，女鞋化妆品，谢谢光临。这有一点枯燥。枯燥透了。但是难不到我，我聪明啊，我当天就向这个新的工作下战帖。下战帖？哎，本电梯向上，本电梯向上，本电梯将停的楼层是1234567楼。电梯门关上了。哎，这一楼女鞋化妆品，二楼摩登流行馆，三楼都会时尚馆，四楼典雅新贵馆，五楼侍女内睡衣，六楼新潮牛仔裤，七楼男士精品馆呀，精品馆。哎，好哎，数来宝定了。叮，二楼到了。才到二楼啊，那乘客呢？也不知道是被我说傻了，还是还想再听一遍。那没人出电梯呀、啊。可是外面还有人等着上电梯呢。那怎么办？还好，我干过半天车长小姐。哎，往里面站点，进去进去。哎，先生，你这张票过期了。不、哎，那是人家的电影票，差点把它给撕了。电梯门关上了，这我心里就犯嘀咕了。已经这么多人了，万一到了三楼还不肯下去，那怎么办呢？还好，难不到我，我马上起份儿。哎，这三楼是个好地方，都会时尚没话讲，莫再犹豫莫彷徨，赶紧下去逛一逛啊，逛一逛。叮，三楼到了。乘客怎么样啊？还是没人出去啊？啊？外面还有人要上电梯呢。哎，好，你干过半天车长，没错。哎，往里面，往里面靠墙靠墙。那两个女的手举起来吧，买那么多东西干什么？占地方。哎，脚脚脚。啊，怎么了？小孩小孩。呀，鸡不准带上来。有人带鸡逛百货公司，肯德基啊，也算鸡啊。电梯门关上了。哔哔哔，警铃响。
哎，警铃响了，你怎么办？你急什么？我的电梯我想办法呀。哔哔哔哔，哎，这警铃响是为什么？为什么那警铃响？警铃响是有状况的，有状况。有状况时怎么办？有状况时别给我想，这位大姐，你让一让，你让一让。哎呦，不好了，电梯出事了！怎么回事啊？哎，电梯超纵是很危险的，我当然要通知一下。可是没想到，我才刚刚一叫，百货公司里边所有的人都开始跑了。我一看他们跑，我也跑。后面有人就问了：“什么事啊？”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呢，就听到有人说：“失火了！”啊，失火了！那人挤人，人踩人，跑得更快啊！你怎么样啊？还好，我跑在第一个。可是就在回家的路上，我看到了那些警车、救护车跟救火车。我就知道我又闯祸了。哎呦，大姐，你怎么人到哪儿灾难就到哪儿啊？这回奶奶不能再包容你了吧？不，二话不说，电话一拿，打到百货公司给那总经理了。嗯，喂，您那电梯口不能派个人看着点啊，全挤到我孙女电梯里头去了。你知道真要发生什么事情的话，里边有谁啊？有我孙女，我孙女啊。还有，你给查一查，这百货公司里头一定有匪谍。那电梯出事，他愣喊失火，这不是造谣吗？那人踩人，人挤人，真要出了人命，你知道里边有谁啊？有我孙女，我孙女啊！啪，把电话挂。这奶奶没护短啊！哎，等一下，我记得我小时候没有这种电梯小姐的。我是今日公司训练的第一批。嗯，他们原来呢是想要把我们训练成像日本电梯小姐的那种架势，但是经过我之后他们放弃了。哦哦，连我奶奶见到我都叹气了。嗯，哎呀，小乖呀，现在能练口才的工作也就剩下一个了，你去好好干，给奶奶争口气啊。去哪儿啊？一条龙。哦，那个北方菜馆。对，一条龙是餐厅，您去干嘛？跑堂啊。跑堂能练口才？嗨，西门町的一条龙是专门训练口才的地方啊。怎么练？他那个结账呢，都是要在客人的面前用嘴结的，以前很多餐厅都是这样。我才第一天去上班，老板就交代你要好好学着点，我就很注意看他们里面的那个王牌跑堂啊，真是了不起，个儿不高，两个眼睛大大的，炯炯有神，一看就是短小精干的样子。那边客人一叫结账，他噌就过去了，走到桌子旁边呢，把所有的东西归类摆好了以后，把那筷子一拿一敲，开始酱肉烧饼一副8.3元24元，牛肉蒸饺一笼16.44元，花酥蒸饺一笼12.2元24元64元，酸辣汤10,000,15元30元45元109元，外加2碗小米粥15,000,00020,000,000，一共是119元，全场鼓掌，立刻付钱。嗯，这些没算错吗？算错了你也得给啊。啊，人家算的多溜啊，又是当着你的面算的，你不但要给，还得给小费。嗯，好，120元不用找了。小费一块，一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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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厨房都听见了。啊，谢了。哎呀，你丢脸啊。嗯，大姐，还有刚才这种规矩啊？是，都是这样的。哎，还好，我聪明，我记性好。嗯，我一看就全记下来，就学会了。果然，没多久轮到我了，我信心十足的就过去了。完全学那位大姐，把桌子一理，我还把那个蒸笼盖打开看看有没有人偷藏小盘子。对，有人这么缺德，我以防万一啊。嗯，然后学那位大姐把筷子一拿，开始酱肉烧饼一副8.3元24元，牛肉蒸饺一笼16.44元，花酥蒸饺一笼12.2元24元64元，酸辣汤10,000,15元3.45元109元，外加2碗小米粥15,000,00024元，一共是119元，全场鼓掌。全场傻了。为什么？因为那桌只有一个客人，他只吃了一笼花酥蒸饺。哎，你给人家算那么多干嘛？我跟你说我数学不好嘛，那老板叫我学他我就学了嘛。那天晚上真挫折。怎么了？我每一桌算下来都是119元。哎，你这人数学也太不好了吧。老板不气坏了？
还好老板交代完他就走了。哦，可是第二天我去上班的时候呢，同事就跟我说了，哎，你不能这个样子啊，你不能每一桌都119啊，你要照时算，吃多少算多少，你会不会啊？我会，我当然会。奶奶交代过，什么事儿问你会不会先说会，因为聪明嘛，来得及学嘛。嗯，可是你别说啊，他那学问还真的很大呀。嗯，那白色的小碟子上面有个兰花的8块，有个红花的16块，那蒸笼上面绑个红绳子的是牛肉蒸饺，绑个白绳子的是猪肉蒸饺，没绑绳子的是花素蒸饺。哦，很复杂。没关系，我聪明啊，一会儿功夫我就全弄懂了。嗯，过一会儿客人叫结账，6个人吃了满满的一桌。嗯，我过去之后把所有的东西通通归类摆好，筷子一拿，开始。酱肉烧饼1副8块，4副8是12块。牛肉蒸饺1笼16，4笼12块。花素蒸饺1笼12，12块。酸辣汤1碗，15两碗，12块。外加2碗小米粥1碗5块，2碗12块。12块，一共是12块。哎，你怎么回事啊？我当时脑筋一片空白。啊，我跟你说过我数学不好吗？那个客人呢？那个客人呢？二话不说，立刻鼓掌，马上付钱。哎呦我的妈呀！那赶快付吧。那老板今天说什么？老板，还好，老板那天没来。哎呦，我第三天一去上班，不得了。嗯。客满哦，我人才刚刚走进店里，嗯，所有的客人都指着我说，我们要他点菜，太神奇了！才第三天上班，所有的客人等着我哎。我特别挑了一桌12个人，坐得满满一桌，一看就知道是祖孙三代同堂。我非常亲切的就过去了，合家欢乐，请问点一点什么？我们要那个12块吃到饱的。这一抬头才真叫完了呢，怎么了？那大门外边大排长龙，排了好几溜，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抱小孩的，牵老娘的，排队插队兼吵架的，全都在讨论那个12块吃到饱的事儿。你怎么办？还好我干过半天车长。我就知道。干什么干什么？排队好好排啊！耶，那个鸡不准带进来。嗨，您别挨骂了。Fanny、Betty、Amy 下台鞠躬。好像所有的女人一碰到婚姻出了状况就完了，完全失去自信，必须重新寻找自己。怎么会这样？我就是一哭二闹三上吊，多蠢。我就是。哎，你不要小看一哭二闹三上吊不容易，你得一边哭一边闹，还得一边找根绳子去上吊。上吊的时候你还得想，我打的是死结还是活结啊，可别脑门刚一伸进去噔就掉到地上了。就在这个时候，我突然间听到了一个声音。干嘛？平常不是叫别人不可以这样吗？怎么自己碰到事情就这样了？谁？谁呀？啊！真的有一个愚蠢的女人，拿了一根绳子要上吊。这人竟然是我，是那个声音救了我，那个声音就是我自己。可是他再也不说话了。不行，我
一定要找到他，我一定要找到我自己。可是要找到自己也不容易，你也不能走在路上你逢人就问你有没有看到我。有啊。我在哪里？会把人家吓死的。所以寻找自己是要有步骤。我决定第一站整形美容院。其实也不是想挽回什么，我只是希望自己能够变得比那个抢走我丈夫的狐狸精好。自从我丈夫离开我，不是自从我离开我丈夫之后，我就下定决心，我一定要变得更好更漂亮。然后有一天我突然间要出现在他的面前，我要让他后悔。终于有一天我顶了一个50000块的新鼻子，12万块的大胸部，我故意到我前夫家门口去等他，我去晃，我就这么晃，哎，来了一部车，哇，是保时捷。那个狐狸精下来了，他爸爸跟在后，哎，不是，是我老公。他们两个人就这样，你搂着我，我搂着你，高高兴兴地走过去了。我这么大一个活人在他面前晃，他们没看见呢。我慢慢靠近那部车，摸了一下，干。我老公发了，那个狐狸精竟然有帮夫运呢。这个时候我真的火了，我发誓我也要去当别人的第三者，我也要去破坏人家的家庭，我要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我要刺激他，不管这个他是不是那个他，反正就算是报仇了。就是你倒霉嘛，你另外再找一个倒霉鬼，比如说你在路上被人家抢了500块，你就赶快抢后面的人500块，一样嘛，就扯平了嘛，我就报仇了嘛。可是后来这个计划算了，因为没找到那个倒霉鬼。我需要寄托，我试图拥抱宗教，我去上教堂。其实我真的什么都不懂，我进去之后我就跟着他们一起喊，我是罪人，我是罪人，我是罪人。我为什么是罪人呢？应该他是罪人呢，怎么会是我呢？我又走出了教堂。后来朋友劝我要我去打禅七，我心里想管他什么玩意儿，能打七家伙也能泄愤嘛。结果没有想到竟然是打坐，打坐也就算了，还是静坐，7天不能讲话，我快憋爆了。我朋友就跟我说我应该要跟师父谈一下，我就去找师父。师父说这一切都是因果，想必是你做了什么。我做什么了？我什么也没做啊，是他跑出去跟别人做。我前辈子，这笔烂账还要从前辈子算过来啊。一切都是因果，因果，哼，我听不懂，我自己也曾好好的想过，可是不管我怎么想，我始终我都想不通。有一天就这样信步走啊走啊，
走到了行天宫的地下道。你知道吗？我找到我自己，我找到前世的我了。那个算命的跟我说，我的前世是秦淮河畔的一名歌妓，而且还是歌妓中的极品。干嘛？又不是这辈子。我前辈子曾经是个极品，可以了吧？而我的前夫爱上了我，但是我不鸟他，所以他非常悲愤的就投河自尽。我只要一想到他曾经因为我不理他，他就投河自尽，我就爽，我就过瘾。千真万确哦，那个算命的说的。可是我觉得这样还不够，我还想多听一点，所以第二天我又去找那个算命的。结果他正好尿急，要我帮他顾一下摊子。就在这个时候，来了一个女的，要我帮她算命。我不会，但是她很坚持，我只好翻了翻算命先生的公事包。哇，里面好多韩剧 DVD 哦。我就跟那个女的说，你的前世，你先生是个皇帝，你是个厨师，后来被人陷害，你就去学医。这个女的听到这里痛哭流涕地说，我知道了，我的名字叫长君。她非常满足地走了，他找到了他自己。而我呢，我开始迷上了算命。我去算紫薇，紫薇的师父跟我说，我紫薇化权化禄要走10年大运，爽吧，10年呢。我也去算了西洋占星术，那个师父跟我说，你天空中的冥王星正好坐落在你的金星上，而你命盘中的金星和你的土星呈180度的对立，所以这两年你的感情事业毁灭。我比较喜欢紫薇。后来米卦、鸟卦、塔罗牌我都做了研究，我还用各种的芳香剂跟蜡烛去调风水，我还去买天珠，买了一个喜马拉雅山的天珠枕，结果睡到落枕。后来我的朋友又跟我说，哎，你不可以这样的，命会越算越薄，那你就早说啊。吓得我把关西摸骨铁算盘通通推掉。我静下来想一想，我实在太荒唐了，我虚度了多少的光阴呢？我要充实我自己，我要读书。于是我开始逛诚品书局，看画展，听音乐会，我还去学瑜伽，去学国标舞，我还买了一台电脑，我要学电脑。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填补我心里的那个大洞。可是好奇怪，那个洞越补越大，越补越大，怎么样都没有办法弥补我被别人抛弃的事实。我回到女人最原始的发泄点，血拼 shopping， Escada Chanel LV 啊，我刷爆了又刷，刷爆了又刷，我刷刷刷，走在路上就像一个活广告。
可是有一天我的朋友听了竟然跟我说，你的 LV 皮包做得好像哦，上海襄阳市场买的。我的气质有这么差吗？所有的真货穿在我的身上，它都会是 A 货吗？我到百货公司去，有一天选了一件衣服，刚刚进更衣室把衣服一脱，突然间发现镜子里有一个陌生人在看我。谁呀？啊？天哪，镜子里那个一身肥肉的女人竟然就是我的，她还跟我说话。你那个鼻子假的，那套衣服95折，这两个胸部85折，穿得那么漂亮给谁看，跟谁示威啊？报仇？你连你自己是谁你都不知道。天哪，天哪，我那天在更衣室里面一个人哭了很久很久，我决定我找我的前夫好好的谈一谈，因为我发现所有的问题都是从这个点上开始的，只有回到这个点上才能打开这个结。我跟我的前夫约在淡水见面，那是我们两个人相恋的地方。淡水的落日，我们两个上了船，看到了一对一对的情侣，就好像看到当年的自己一样。我忍不住问他，你当初到底爱的我哪一点？我喜欢你的长发飘逸，喜欢你的温柔婉约，我喜欢你楚楚可怜的样子。谁呀？有没有搞错？他说的是我吗？他也问我了。那你又看上我哪一点呢？我爱你的帅气，我爱你的豪气，我爱你的勇气。谁呀？我爱你对朋友讲义气，我爱你对人生充满理想。哎，等一等，等一等，你说的是我吗？这些年我在商场上打滚，早就出卖了我所有的朋友跟我所有的理想。那一刹那间我才突然间发现，他回忆中的那个人好像不是我，而我回忆中的那个人好像也不是他。原来当初我们爱上的都不是真正的对方，只是一个虚幻的想象中的人。我忍不住又看了看他，我已经不知道有多少年没有正眼看过他。你什么时候发现分到这里的？原来你梳的是条码头啊。坏了，一不小心把内心的独白说出来。但是既然已经说出来了，也没什么好客气。那你到便利商店买东西要小心哦，头不要太低哦，要不然那个条码头被扫描器扫过去，嘟，5块，人家还以为是一颗卤蛋。他望着海，望着落日，
总要找一句话反攻回来。我抬头挺胸得意地看着他，他终于开口：你那个胸部做的，他发现了。做的不好。怎么样，做出来还是没有你的肚子大。换我看着海，看着落日，我也要找一句话反攻回去。那你那个大胸部的狐狸精最近怎么样？哈，最近跟他也没什么话讲。我就知道，爱一个人的时候啊，一定要常常深情地看着他，不要突然间有一天才发现原来他的肚子比胸部大。他现在的确是肚子比胸部大，你看吧，她已经怀孕五个月了。我当时真的很想把她推下船头，因为她又赢了，但是我还是很有风度大方地跟她说：你就要做爸爸了，虽然看起来像个爷爷，但是恭喜你。他理了理他的条码头，我吸了吸我的小腹，我们就继续这样望着海，望着落日。紧啊，哎你，你来帮我扣一下，我这边扣不到。好，我先吸气啊。哎，等一下，我，哦，哎，这不是刚刚才定做的吗？我一定是又胖了。你没有胖啦。你不用安慰我了，我昨天晚上不应该去吃小火锅的，我马上就变胖。我完蛋了啦！我，喂，你怎么了？你是北区销售的蓝钻，你是事业有成的 TOTO woman 呢？你没有听过吗？女人的事业再有成就，只要她不美丽，就是失败。美丽啦，不够，不够，永远都不够。其实不瞒你说，我为了今天晚上穿上这条裤子，我已经两天没吃饭了。我们两个到底在干嘛？我崩线了，我崩线了，我好命，你帮我看，我下你看，你先，我自己看不到，你先帮我。我解放了，便当，我要吃便当，给我买麦当劳。哎，冷静点，冷静点啊！哎呀，你怎么啊？他被我毁了，怎么办了？还有另外一件了啊，还有的可以换啊啊！喂，我们这样已经多久了？我们两个好像都是从高中就开始减肥。我已经20年没吃过白饭了。我根本从来就
吃饱过。哎，松岛太太子也是，宫阁理会也是，有很多的美女，他们都是干嘛呀？我们难民啊，打仗啊！哎，只有在战争跟饥荒的记录里面，才会有小孩子在晚上说饿肚子没吃饱。我们为什么那么怕胖啊？胖不好看嘛。谁觉得胖不好看啊？大家呀。谁是大家？谁规定胖不好看？谁规定只有芭比娃娃才是漂亮？我就觉得芭比娃娃那个身材根本就是一个怪物。谁规定的？服装界规定的好不好？只有瘦子才能够买到漂亮的衣服，只有瘦子才能够当歌星明星，只有瘦子才能够当名模名流名媛名媛。可是我们如果静下心来去掉一切的偏见，瘦真的好看吗？水果瘦好吗？不好。鸭子瘦行吗？北京烤鸭烤出来跟个乳鸽一样大。猪瘦还叫猪吗？炸出来的排骨长得像酸鸭肝。哎，这个世间万物哪一个是以瘦取胜？除了人类以外，大蟒蛇从洞里冲出来，结果它细得像一条电线，它还威风得了吗？悲剧啊！无尾熊长得一个瘦干巴的挂在树上，远看还以为是块抹布来。猫熊瘦瘦的变贱狗了。哎，我们是不是被催眠了？被谁？所有的报纸啊，杂志啊，新闻，娱乐新闻，广告综艺节目啦。那上面永远都只有高挑纤细飘逸的人才能出现。我们被包围了，无路可出了。哎，不可以再想下去了啦。对对，如果瘦不成立的话，那我们两个卖的那些瘦身产品要怎么办？对对对对，不要再想了，我把它擦掉擦掉擦掉。对哦 Betty。 嗯，我看到了，好恐怖。什么？如果我们不认同瘦才是美的话，那 SPA 美容中心、抽脂中心、健身房、游泳池、体育用品店，所有的服饰业全部都倒闭了，所有的员工都没事干了。不止，还有餐饮界的低卡健康食品、生机饮食，报道这一切的报纸、杂志、广播节目、电视节目，那些主持人、代言人、广告商，连取缔他们的各县市政府、卫生局，全部通通都完蛋。原来整个社会是由瘦推动的啊！哎，如果我们不认同瘦的话，连股票都会崩盘，经济恐慌，失业率大增，治安败坏，整个社会处于无政府的状态，农田荒废了，工厂倒闭了，港口也封锁了，人心大乱，一片恐慌，我们都在囤积物资，我们都没饭吃了，我们就变得很瘦。那不就好了吗？所以我们赢不了啊。如果我们遵循瘦才是美的道理，我们会变瘦，如果我们不遵循社会经济瓦解，我们大家还是瘦。如果我们活在过去的时代的话，能不能够逃过这场浩劫？唐朝杨贵妃，胖胖的侍女图里面的侍女，肉肉的18世纪欧洲宫廷里的美女，三层肉，罗浮宫墙壁上所有的美女图，五花肉。哎，过去的时代真美好。哎，一切那么自然，随心所欲，胖自己。如果现在活在过去的时候就好了，那这就是一个美好的世界，就不用看到每一个人像犯人一样在那里自我惩罚，跑啊跑啊，跳跳，拉拉，扯扯，一二三四，哎，二三四，完猛，吃猛，完猛，有肯定。完了，吃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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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的身材。一个男人如果事业有成，他没有一个尾鱼肚就训掉了。可是那个成功的男人，他旁边站着的这个女人如果有了一个尾鱼肚，他马上被换掉。这什么世界啊？如果在唐朝那样的世界里的话，这些通通都不会有了。如果在唐朝那样的世界里面的话，我们打开电视看到的广告就会说，胖再也不是梦想，瘦再也不必惊慌，让你胖的大气，让你肥的贵气，那是什么呢？一颗神奇的小药丸，是人类的救星，旷世的杰作，它叫做利可肥。利可肥让你不用再为增胖而烦恼，利可肥让你立刻肥。啊，这位小姐，麻烦你到前面来好吗？我想请问你一下，你原来是几公斤呢？39。那么现在呢？93。啊，这真是太神奇了，但是它发生了。告诉大家，你是花了多少的时间达成的呢？我也不知道。自从我服用了利可肥之后，我好像睡一觉起来就胖了呢。以前大家都讥笑我的腰太细腿太长，通通都排挤我，连我妈妈都说像我这么苗条恐怕是嫁不出去了。但是现在我93公斤啊，我好有自信啊。哇，请问这都是利可肥带给你的吗？以前啊，尤其难买衣服，每一件衣服都宽宽大大的，有花纹的衣服穿在我的身上全部皱巴巴，就像一盘一盘的烫青菜。现在呢？现在所有的衣服都绷在我的身上，有花纹都给我撑开了，连店员小姐都说我就是一个衣架子。那么请问这个过程会不会很辛苦呢？以前啊，每天我妈妈都逼我吃炸鸡薯条冰淇淋，可是怎么吃都吃不胖，心里真的非常自卑。但是自从我认真的服用了利可肥之后，短短3星期给了我40公斤的纯脂肪，让我甩都甩不掉。性感的蝴蝶袖随风飘扬，还有那傲人的双下巴已经使你恢复了米其林般的身材。我现在就跟所有的名模一样，走在路上大家都羡慕地看着我说，哦，肥滋滋油腻腻大口袋，大家都赞美我怎么可以这么的臃肿，动作这么的迟钝，好像随时都有一种要睡着的感觉。真美。利可肥里面到底包含了什么成分？究竟有什么样神奇的功效呢？这颗神奇的小药丸是由日本纳米生化科学家奥西莫里博士，他所率领的日本生化科技团队所研发出来的。它是由法国普罗旺斯纯鹅肝所萃取，绝对不添加劣质的橄榄油或以深海鱼油所取代。原来如此，奥西莫里博士强调。要打好脂肪的基础，就要用高质量的脂肪来培养的。法国普罗旺斯的肥鹅体内拥有最纯正的肥鹅的呢。你可别小看利可肥，小小的一颗，它浓缩的糖分、淀粉、脂肪，相当于20个汉堡、10包大薯、8杯可乐，让你吃进肚里迅速吸收膨胀。利可肥立刻让你体会虎背熊腰的感觉。觉得自己总是被忽略吗？使用利可肥1周以后立即见效，90公斤再也不是梦想。没错，自从我胖了之后，我的丈夫又回头来求我再爱他，肥胖给了我人生第二春啊。增胖长肉真容易，我爱利可肥。臃肿迟钝 so happy， 我爱利可肥。这个世界进化的一个终极目标，世界大同的景象啊！以后我们出门看到满街的人都胖嘟嘟的，就像弥勒佛。对，公共场所的门一定要大一倍。对，所有飞机上、电影院的座椅也要大一倍。对，连荧幕都要宽一倍。为什么？
因为所有的演员都变胖啊，荧幕当然要跟着宽。没错，所以以后我们看到警察在追小偷的时候都是慢慢跑。为什么？因为所有的小偷都是啊慢慢跑。 Annie， 你是一个天才，真不愧我们两个是蓝钻红宝。下台鞠躬。我们两个疯了，怎么办？哎，肖小富，要上台了。哦，好。各位朋友，今天晚上是不是感觉到很开心呢？有没有学习到很多新的东西呢？我觉得啊，这个周邦氏老太太没有到现场来，但是她的孙女周邦妮小姐也是带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启发。所以现在让我们再一次的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周邦妮小姐。欢迎欢迎欢迎大姐，好丽姐，欢迎大姐，好漂亮啊。谢谢大姐。请大姐啊，刚才啊我在讲说您带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启发。哪里？尤其是我们两个，我们刚才在后台的时候谈吐都不一样了。我想呢，现在在场的很多女性朋友一定跟我一样，就是我们很想知道，我们既然了解了语言艺术的重要，那么我们如何跟我们的感情生活做个相结合。所以能不能请大姐和我们在场的好朋友们一起来聊聊您的感情生活。我没有感情生活啊，好可怜人惜哦。大姐，你是不是受过什么伤害？哎，你道歉吗？这边很多人，这样很难为情的。哦，对对，他会很丢脸。不讲了，不讲了。干嘛干嘛？好像我没有谈恋爱是我的不幸，是不是？对啊，不对啊。大姐，因为恋爱很美好，我当然希望你能尽情享受嘛。你真的这么认为啊？当然。怎么了？看样子严重了。严重？怎么会严重呢？感情跟爱情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啊。哎呀，想不到你也是啊。我也是。什么？你跟他一样，你们都病了。病？什么病啊？恋爱病。恋爱是病？恋爱是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病。恋爱怎么会是病呢？你看从古到今，多少大诗人大文豪，他们歌颂赞美的都是爱情。因为那些大诗人大文豪本来大部分就有病。可是莎士比亚他是最健康的，他写的十四行诗里面其中有一首，我念给你听啊。我可以将你比喻为夏日吗？不，你比夏日更其温和美好。比喻为夏日。人是固体，夏日是气体。能摆在一块比吗？你说是不是病啊？那我也很喜欢莎士比亚的诗，像下面这首非常激情的。既然我快被你杀死，干脆用你的眼神杀我，解除我的苦痛。秦慎。呆子。你看看这些诗里面，不是痛苦就是挣扎，不是彷徨就是流泪，这跟医院里的病人有什么不一样？哈，凡是热恋中的人跟医院里的病人都是一样的，发烧。有吗？面部潮红。好像有。哎，流口水。对。心跳加速。对。发抖。对。六亲不认。对。有异性没人性。对。泼他硫酸。对。啊，你泼人家硫酸？没有。有没有？可能也快了。凡是得了恋爱病的人，他有一些很轻微的症状就会随之而起。好比说，没事傻笑。对。发呆。对。两只眼睛盯着电话看。对。只要铃声一响就欣喜若狂地冲过去。对。一拿起来哪怕是打错的还很乐。没错。空气中闻到的都是他的味道。对。对，你说是不是病了？怎么会是病呢？
像我啊，我上回恋爱的时候，我就好快乐，好快乐，好快乐。真是啊，你好快乐，好快乐，好快乐。可是后来呢？他劈腿了，所以我就好痛苦，好痛苦，好痛苦了。没错，之前越快乐，之后就越痛苦，这就是恋爱病的特性。大姐，你说这个是真的假的？科学都已经证明了。科学都已经证明了。世界各国的生化科技团队正针对恋爱病进行研究，发现凡是得了恋爱病的人，他的脑神经支配的内分泌就会异常，体内感官大乱，人会产生幻觉。什么幻觉？明明对方的个子很矮，可是你觉得他好高啊。他的声音明明很难听，可是你听起来觉得充满了关怀。抱着他的时候闻到了他的体臭，还觉得他有一股异于常人的体香。哪怕躺在床上闻到他的口臭，还觉得自己很幸福啊。有吗？没有吗？你回想一下，你跟他在一起的第一夜，第二天早上一睁开眼睛看到的他第一眼是什么样子？嗯，他是当当打打嗝，是不是啊？打嗝还带放屁呢，多恶心呢、啊、偏偏你还觉得他很可爱，这不是病了吗？现在欧洲另外一个生化团队对于爱情下了新的定义，那就是一个人一天至少要想满对方四个小时。4个小时？一个人一天才清醒几小时啊？最清醒的8个小时你在上班，有4个小时你还得想着他，你对得起你的老板吗？你对得起这个社会吗？你对得起这个国家吗？对不起。所以试想一个没有恋爱病的社会，他就没有了情杀，忧郁症就降低了，没有了恋爱病，这个国家的生产力就提升了，所有的后代也就没有了，人类也就灭亡了。啊，等一下，谁说爱跟性一定要结合在一起的？对呀、啊。啊，你是说你这个科学已经证明了啊？凡是得了恋爱病的人，跟有强迫性官能症的人，他们的症状是非常雷同的。强迫性官能症。随便举个例子，你们会不会没事就问男朋友你爱不爱我？会呀、啊、他回答了之后你是不是还想再问一遍？会呀、啊、他又回答了之后你是不是情不自禁的还想再问一遍？会。强迫性官能症，重复的动作一直做、哦、大姐，这也有科学依据吗？科学已经证明了，生化科学家把得了恋爱病的人跟有强迫性官能症的人抽血比对的结果、发现他们的血清传导数比一般正常人要降低50%。听不懂了吧？听不懂。那是因为你们已经病了。没有了，我没病。喝醉酒的人永远都是说我没醉。不一样。我告诉你，恋爱病是这个世界上非常奇怪的病。他哪怕已经病入膏肓了，还希望自己病得越重越好，最好不要痊愈。你说其他的病会这样吗？你已经伤风感冒咳嗽了，你会说还要吗？不会。你已经肾结石了，你会说一个石头太小，我要它大一点。那我不要。你已经心血管堵塞了，里面都已经装了2根支架了，你会说2个太少了。日本去装6个 不会。对嘛，只有得了恋爱病的人哪怕已经病入膏肓了，还会说爽，我还要。好可怕。不可怕，这个病唯一能够保证就是当他发病到最高峰的时候，他一定会降温，所以你不会永远生病，产生抗体了。问题就是人很难对这种病产生抗体，所以有些病人就很可怜，不停地病入膏肓，不停地好，好了又病，病了又好，恶性循环下去。你也是啊？几岁开始的？12岁。哎呀，麻烦了。有没有药医？目前台湾还不够先进，但是我在国外看到过。这是在哪里？美国。美国这种病最普及了嘛。大姐，法国应该也不差，意大利应该也要追上了，差不多嘛，反正都是先进国家嘛。但是美国政府非常重视这项研究，
他在美国加州海边的一个半山腰上设立了一个设备非常完善的研究所。嗯，不过说真的，美国是这个世界上最有资格做这项研究的国家，尤其在加州，资源多，病人多啊，他可供实验的对象太多了。而且美国政府组成的这个团队，他的水平相当整齐，所长、研究员都是博士，连护士都是硕士以上。那他们有没有找到解药？哎呀，这个比找癌症跟艾滋病呢要难多了。嗯，但是呢，还是略有斩获。真的？就是为病人注射血清传导素。注射了之后会怎么样？人马上清醒。啊，原来你讲的是这个样子。哎，对，真的有效。哎，你怎么这样？哎，开玩笑，这只是初步的实验而已。哦，大姐，大姐，你怎么会这么清楚啊？我去见习过啊，我差一点拿到硕士啊，可惜了。还有硕士学位啊。嗯，那我呢，可不可以去？不行。为什么？因为那个研究所已经倒闭了。啊，研究所倒闭了？所长爱上了护士长。啊，两个人就谈起了恋爱。嗯，然后就一起病入膏肓，就没有办法做研究，研究所就完了。哎，可是大姐，你说他们都是博士硕士的高学历，怎么不赶快帮自己打那个解药什么的？你说那个血清传导素？对，你别逗了，这两个人都已经病入膏肓了，你想想看嘛。所长跟护士长两个一进实验室里，啪，门就关上了。所长一把搂住护士长，护士长也非常激动地抓着所长的裤裆，蹬。你说在那一刹那间，他们两个有可能喘着气说：“亲爱的，我们注射一点血清传导素吧。”可能吗？不可能嘛。嗯，而且就在这个一拉一抱一扯之间，所有的血清传导素，所有的瓶瓶罐罐全让他们毁了。爱的力量实在太伟大了，爱的力量实在太可怕了，那个实验室差一点炸了。啊，这简直是跨世纪之病。哎，错，这是创世纪之病。为什么？这不就亚当跟夏娃搞出来的吗？嗯，大姐，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注射血清传导素。好。哎，不对呀，你说实验所倒闭了，那就要靠你自觉了。自觉？要不然就要像我这样，嗯，过一点清静的生活。清静的生活？那多无聊啊。 KTV 可不可以去？ KTV 怎么能去呢？ KTV 里面唱的都是一些烂情歌，一大堆的病毒在那里飘散，我不能助长这种病的蔓延呢。啊，那夜店呢？夜店更不能去了嘛，夜店夜里放电嘛。那夜店里面有多少的病毒啊？而且就在那个我对你放电你对我放电的这个抛物线当中，你要是不小心站起来上个厕所被流电电到，算你倒霉。那看电影怎么办？哦，电影院我不去，那个地方太危险。哦，对了，你不看爱情片，那你这样的话只能够留在家里看 Discovery 频道。其实那个 Discovery 频道里面有的时候动物的那个我也不能看。哦，一些亲戚朋友结婚您总该去吧。我这个人最有原则，我只要一接到请帖，我绝对是人不到礼也不到。来，太不够意思了，不能助长这种病的蔓延呢。你要知道，凡是喜宴场所都是一些高危险群呢。尤其是那些去闹洞房的，简直就叫愚蠢愚蠢愚蠢。哎，这两个人都已经病入膏肓准备上床了，那个床边有多少的病毒啊，跑都来不及还待那干什么呢？还有新娘的捧花，一群无知的少女冲上去还抢，抢什么？你得跑啊，那捧花上全是病毒啊。每一次婚礼的捧花都是我抢到的，所以你看看这下场有多惨呢。而且我告诉你，恋爱病之所以可怕，也可怕在它的蔓延速度。你知道有多快吗？连我们的日常用语成语都是带原体。怎么会？随便举个例子，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意境非常美。美什么呀？放着好好的人不干，愣要干盆景，你说他是不是病了？还有，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没错，错大了，这摆明了只想跟你劈腿不想负责任。一般正常人会这样讲吗？哦，我告诉你，这还没什么，
真正最可怕的还是那些被扭曲了的流行歌曲，那个蔓延速度才叫快呢。流行歌曲会有什么问题呀？流行歌曲的问题大了，你要是不相信你唱，随便唱情歌什么都可以。情歌？可以啊，情歌随便。好啊，那这首情歌很感人的哦。你唱。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停，强迫性官能症。同样的歌词不停的唱嘛。我来想一个好了。随便随便。老歌可不可以啊？随便呢。哦，这首老歌好痴情的。你唱。如果没有你，日子怎么过？停，痴情。这首歌其实是一个烟毒犯，他烟瘾发作的时候唱的歌。情歌呢？什么跟什么？这是？我才不相信呢！所有的情歌都有问题啊！那你唱随便吧，随便。好，这首厉害，我告诉你，情歌中的代表作。你唱。月亮代表我的心。散。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有什么问题？问题大了、啊、这首歌其实是一首要求分手的歌啊，但是唱的人很清醒，听的人没听懂。他一再的告诉你，你去想一想啊，你去看一看呐、啊，挂在天边那个既遥远又冰冷的石头才代表我对你的心啊。他的心对你早就已经冰冰凉凉，一点感觉也没有了。可是问题是唱的人很清醒啊，听的人因为生病了，他不肯面对现实。哎，你举的这个例子真脆弱不堪一击啊。你来。我来想一个。随便随便。有了。忘不了，忘不了。这首厉害了吧？可以了吧？这首还可以啊，这首可以啊。这首歌呢，其实是一个病人，他痊愈了之后，不敢忘却医生对他的治疗过程而唱的一首歌啊。因为这个治疗过程实在是太过曲折了，一会儿忘不了你的好，一会儿又忘不了你的错，说也说不清楚。你接着唱就明白了。好，寂寞的长巷，而今斜月清照。好多了吧？冷落的秋千，怎么样呢？而今迎风轻摇。快了，快了啊！他重复你的叮咛，谁的叮咛？一声声，没错，一声的叮咛。这首歌其实就是一个病人，他痊愈了之后不敢忘却医生对他的叮咛而唱的一首歌。这首歌本来叫做医生的叮咛，不叫不了情，不知道让谁给篡改了的。上将啊，不客气。所以我说这个世界上大部分的人都病，而且因为这个恋爱病呢，它还延伸出很多的症候群，怀疑、占有、骗局、谋夺财产、谋杀，乃至于战争，实在是太严重。好像是真的耶！多少人被恋爱病缠住啊？结婚前一个样子，结婚后又是一个样子。不过说到这一点，我们中国几千年以来操作的算是相当成熟。怎么说？中国人了不起啊，指腹为婚。媒妁之言绝对不可能前后矛盾，也不会你骗我我骗你，更不可能会说你结婚前你都说怎样怎样怎样，现在你都说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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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不会说？结婚前根本没说过话呀。新婚之夜是新郎新娘初次见面，你今天看到我是什么样子我就是什么样子，我可能会骗你吗？娶个四房五房六房的你会惊讶吗？你会痛苦挣扎彷徨流泪吗？不会嘛，说好了的嘛。所以中国人还是懂。懂什么？不要恋爱。不要恋爱。不要恋爱就没有了恋爱病，就
就能永保太平。嘿，您别挨骂了。Funny Betty Annie 下台鞠躬。其实今天真的很高兴能够代替我奶奶参加这场盛会，为奶奶做一点事情。我奶奶好在没有来啊，否则会把你们骂惨。为什么？这卖的什么玩意儿，还真有人相信会买呢？大姐，给点面子。他们还买很多，开玩笑的，开玩笑。所以我在想啊，我奶奶一定是为了想要臭骂你们一顿才接受邀约。神经病。你才神经病。你听得懂啊？这个怎么会听不懂呢？你个乌波德。王八蛋，你悟性蛮高的。你才王八蛋。哎呦 Betty， 我跟你讲过很多次了，白痴不能这样讲的，很容易被破解。哎，注音符号还有人会听不懂吗？可是大姐，身为女人，我真的觉得我们非常需要一种女性的秘密沟通方式，你不认为吗？可是你这个也太容易破解了。大姐，其实我还有发展一种更难的。哦，一种专为女性所用的秘密语言。什么？其实私底下我们两个有参加一个秘密结社。秘密结社叫做东东堂。没听过。当然没听过，要是给你听过的话还叫做我们的秘密结社吗？这个东东堂是个什么样的组织呢？我跟你讲啊，就好比说我跟 Betty 两个人啊正在讲个秘密，好，讲到一半的时候你上来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当机立断，立刻转化成为我们东东堂秘密沟通的语言。哇，这个犀利啊，我们试试看好不好？要听。哎，要试哦。我东门东小东新东一东点东，卫东蛇东魔东，阴东卫东他东来东了东，他东是东谁东？周东当东泥东啊，东这一次啦，你东到东底东是东，懂东不东，懂东我东不东，懂东说东慢东一东点。停，什么玩意儿啊？听不懂了吧？全听明白了啊，不就是每个字儿后边加个东字吗？你先告诉他我们小心一点，我东门东小东新东一东点东。他就问你为什么卫东神东魔东，你就告诉他因为我来了，你还问他懂不懂，他还问你能不能说慢一点，说东慢东一东点，什么玩意儿这是？还有自己人没听明白，外人全听懂的。大姐，你为什么那么厉害，全部听得懂？因为其实我也参加了一个秘密结社。你也参加了一个？叫做 CC 社。 CC 社，我西全西不西都西听西懂西了西。你东都东听东懂东了东，我西都西听西懂西了西，真东的东当西然西掉东哈西。哎呀，嘿，在后面加西好像比加东容易说。哎，我看干脆你们两个人就加入我们西西社算了，这个东东堂在你们俩手底下也搞不出什么名堂，真的是笑掉我们西西社的大牙。哎，那你们西西社笑起来的时候也不行啊，都是西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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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错，我们西西社笑起来会这么没有水准吗？西西西西西西，那是哈哈哈哈哈哈。你们东东堂都怎么笑呢？西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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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啊，好酸哦！讯息，讯息，嗯，太讯，嗯。不过说真的，如果真的要讲秘密结社，那还是要看我奶奶的。奶奶，小弟，麻烦一下，谢谢。哦，大姐，奶奶她是不是参加了泼妇秘密结社？泼妇还能有秘密结社吗？泼妇你一句我一句吵都快吵死了，还能有秘密吗？哦，大姐，这个是我奶奶留给我的。哎，我认
认识这个字。这就是电视清宫剧里大匾额上写着养心殿那个汉字旁边的三个豆芽字。这不是满文。我知道这个是甲骨文。他还排骨文呢。这叫女书。女书。女书不知道。不知道。女书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由女性发明，只限于女性使用的一种文字。真的吗？这是这些年才发现的。它是古代广西湖南交界之处女子们使用的一种秘密文字。我奶奶就是那里的人。过去的传统女性永远都没有办法表达她内心对人生的感受，所以我奶奶跟她的要好姐妹们都是用这种方式来抒发情绪。男人看不懂吗？男人看了觉得好笑，写字就当是你们绣花的花样，爱玩你们玩吧。达文西密码。没错。有多少女人她这一生对于人生的感受都记在这个密码当中。这个听起来就好像是一个女人在一个孤岛上面，然后这个呢就成为她唯一对外联系的一种瓶中信啊。没错。尤其到了一个非常可怕的一天，她这一生一起长大的至亲姐妹们就再也不会见面了。这一天在女书里叫做女日完。女生天天都可以玩，女生到了那天就完蛋。挂了。嫁了。嫁了就是挂了。哎，反正嫁了之后呢，到了第三天回门，她从小长大的这些至亲姐妹们就会送上一本这么漂亮的册子，然后前几页就用这种秘密文字写满了对她的祝福和关怀。你会看吗？我不会看，这是我奶奶念给我听过。像这一段，这个是她儿时玩伴写给她的。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人生曾经多美好，刺绣闲话共度日，无忧欢笑挽西沙，从今开始女日完。对婚姻好悲观哦。她能不悲观吗？她从这一天开始她就完蛋了。他要去面对一群完全陌生的人和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要过一辈子的呀。所以这本瓶中信就成了他这一生当中最重要的精神寄托。这里面就用这种秘密文字写满了他对人生的感受。而女书到最后就是交给自己的至亲姐妹把它烧掉。怎么把这么隐秘珍贵的情感烧掉呢？人在书在，人亡书亡，这就是女书的精神。为什么？因为这本书不能落到男人手上啊。你落到男人手上，女人内心世界的秘密就会被他们破解了。过去的历史都是男人在记载，男人执着于记载发生过什么事，哪一年谁灭了谁，连皇上哪个晚上上了谁都要记下来。反正搞到最后呢，就是你记你的，我记我的，他记他的。今天我强你就得听我的，明天你硬起来了你就可以篡改历史，反正谁强谁就是历史，谁弱谁就是狗屎。而女书记载是真正的历史，真正人心的历史。而真正的历史就是要把它烧掉，让这一切的痛苦纷扰，所有的喜怒哀乐，潇洒一点吧，烧掉。哎呀，刚才说没有人会看，现在连唯一会看的人都走。那奶奶她自己写些什么，我们可不可以看一看？奶奶写了很多，但是我想还是留给奶奶她自己好。可是大姐，我刚才瞄到好像里面有写汉字，汉字应该是可以让我们看的吧？有吗？有。你看，在这边。如果你看到这排字，就表示你已经看太多了。可是大姐，还有，还有，后面还有，真的。你看，写给女人的晚会，耶，好像特别为你们写的。我来念啊。给 Total Woman 们，奶奶还会英文呢。每一个女人出生
都是 total woman， 但一路长大，他们会想尽办法把我们破坏，从脚开始把我们缠足，不让我们读书。现在这些都改善了，可是我们是不是哪里还被缠住不放？缠不住你的脚，就缠你的胸，缠你的腰，缠你的心。或许你解放了，可是世界各处的姐妹不断接受暴行，用石头砸死他们认为不真的姐妹，阉割我们姐妹的阴蒂。多少地方，我们丈夫都因为战争而死亡，我们还不准工作，不准上街。想一想，我们已经不错了，我们有机会呼吸，我们能够看到这世界。有多少的女婴一出生就被终结，就因为她是女人。嗯，没了。啊，还有一行。接下来，女人就看你们自己的咯。是怎么了？反正最近几天都是在医院。嗯，现在人在医院，他还是做着每天他该做的事。啊？什么事？骂呀！哇，
哎，都没走啊？还想听吗？这几天呢，我奶奶在医院里面把那些医生护士骂惨了。她从医院骂到健保，从健保骂到医德。什么人心人畜啊，根本就是非人性。健保要双涨，还要裁员，自己又拼了命的给自己加发年终奖金。好了，好什么呀？什么妙手回春呢、啊？根本就是毛手毛脚。那管子戳得我疼啊，他到底是用手还是用脚替我戳的？奶奶不要这样啊，现在在医院里面。医院又怎么样？我就是诚心骂给他们听的。说到这里奶奶有点喘。嗯，那护士小姐赶紧就把氧气面罩给她罩上，她啪就打掉了。干什么？你想害死我呀？你那玩意儿堵着我鼻子，我还能呼吸吗？啊，奶奶，那个就是要帮你吸气的了。少蒙我了，我已经让你们蒙了一辈子了。奶奶难伺候啊。这两天呢，奶奶她自己也知道时间不多了。嗯，她有一种很无助的感觉，她恨不得能够用尽她这一辈子的力气，对她周遭的人事物感恩痛骂。嗯，可是问题来了，他不知道该骂谁，那怎么办？他不管，照骂。小乖啊，这是什么玩意儿啊？我现在要到哪儿去啊？我要去哪儿啊？奶奶，没有人知道，怎么可以不知道呢？把我带到这儿来，又不告诉我要到哪儿去，这也太没设计了。奶奶，可能会有一个慈祥的老人来接你。谁？不认识我不去。奶奶，你最好要有一点心理准备，可能一切就到此了。什么到此了？就像是电影结束散场了。哦，电影散场，大家都回家去了。那我呢？我到哪儿去啊？就好像电影演完了以后，胶片会放在一个盒子里面，你拿到别的电影院去放。哦，你的意思是说，我也给放在一个小盒子里，拿到别的地方再演一遍呢？我这一辈子的命运就交给一个跑片小弟的手上，这也太没设计了。奶奶，这可能就叫做轮回。轮胎我知道。嗯，轮回是个什么玩意儿？就是根据你这一生的所作所为，自然而然的下一辈子你就会转世成什么人。我不要。奶奶这下声音可大了。我不要，我不要当立法委员。大家晚安。
时代，你要什么就带。